All I have for you is a word. Tell it. 我们沿着库车河河谷骑在半路，看见这个天山雪水啊，这个融水特别好，下来玩一玩，这水特别凉，而且流速还挺快的，你看，哇，真凉快。这边的公路明显有一个变化，就是路上的货车突然消失不见了，因为那几个矿场都在那边，所以货车它就不往上跑了。然后呢，再就是这个山坡的植被开始慢慢增多了，我估计再往上走一走啊，这个山上可能会长树了。慢慢，现在的海拔1700米左右吧。老王脱衣服下去玩玩啊，水太凉了，就是，而且水流速太急了。如果缓一点，水不凉的话，在这儿游游泳啊，泡泡水啊，还挺好的。最主要的是现在也不热，真好。这一路上有很多矿场，而且很多都是煤矿，还有焦化厂。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古城遗址呢，据说就在古代的时候，就是龟兹国的一个重要的关隘，也是一个在这里统管这个金属开采和冶炼的那么一个部门。所以你看，它这个从古至今，这山里面就有各种矿那个开采啊，矿场啊，这边也还非常多非常多。所以这个路两边呢，经常能看到地上掉的这些黑色的煤渣，很奇怪哈，也很令我感到新奇，就是这里边居然还有大量的煤炭的生产，这就是一个煤矿。接着往前走，这个一路上还是沿着这个库车河谷，但是这个河谷呢变得更深了，而且两边的山也都变成石头山了，不像昨天那种红土山，都是这种石头。在这个河谷路两边呢，有特别多这个红色小浆果的植物哈，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然后我现在打算尝一尝，因为刚才看见路边有两个妇女在采这个，问她能吃吗，她说能吃，酸味儿啊，除了酸味没别的，有点像小时候我们那个东北那个小樱桃那种酸味。然后他说拿白糖熬，应该就是拿这个白糖，然后一堆这个东西熬一种果酱，就像熬蓝莓酱一样，还挺好吃的，了吗？酸酸的，没有涩味儿，不涩，然后酸酸的感觉。好，知道了，以后路上口渴了去。这东西也不知道吃多了有没有啥作用，会不会让人产生那种迷幻的幻觉。就把它那个果汁吸一下就行了。这接了好多呀，还挺好看的。我们现在进一个隧道了，叫卡尔瑙隧道。这边独库公路的隧道都没有灯，所以黑不隆冬的。还好隧道不是很长。哇，这个隧道还好，700多米不是很长啊，里边黑不隆冬的。还好我们车上面有反光背心，还有反光贴。
所以来后面来的车也都能看见我们进行避让。啊，现在出了隧道了。我等一会儿，老王还在后边。啊，还挺恐怖的，里边黑不隆冬的，啥也看不见，就怕被车碰到。越往上走，这个水越清澈，而且这个水越发着这种淡淡的蓝色，而且这个水还很凉，现在哈，哇，好凉，比刚才要凉多了。上面还有四个大字，山水入怀。现在我们的海拔是1900多米，马上到2000米了，所以现在明显能感觉到气温降低了，而且山风也变大了。还好现在这个天还是晴天哈，就是明显感觉气温降低了，风也特别大，你不光上坡，现在还有点顶风。就来了，山上感觉好像还有点下雨了，所以气温变得很低，然后把长袖也套上了。再往前走10公里左右，应该就到大小龙池风景区了。我们今天就打算到大龙池那个位置，就找地方扎营了，留出明天一整天来翻越天山的这个打板，正式进入北疆。山上现在已经开始有雾气了，所以可能要下雨了。越往上走，山上的植被越多了，看满山遍野的山树林，哈哈，我们终于来了北疆，告别了酷热难耐寸草不生的南疆啊。这个坡挺陡的吧，这才刚开始啊，下面还有盘山路呢。没事，你慢慢搁后面慢慢走哈，你不用着急啊。你这个水挺凉快，你要不要洗一下脸？上了上面小龙池就到了，我先慢慢往上走哈，你不用着急啊，啊，注意安全啊。其实它这个路看着挺吓人，全是发卡弯，但是骑起来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受或者那么难。慢慢慢慢往上骑，把档位调到最小，其实很快也就上来了。我现在还有
一个大弯，差不多就到顶上了。啊，对面的那个乌云又来了。哎呀，估计一会儿可能会下点雨，我得抓紧了。啊，前面还有两个大弯，基本上就到了。哇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小龙池啊，好小啊，感觉也不漂亮啊，好小好小，而且也没有底下那个瀑布看着美。哎，现在终于爬上来了，然后沿着这个路再一直走个缓上坡，就到大龙池了，很近。一会儿到大龙池看看吧，小龙池好失望啊。哎，顺便等等老王，我让他慢点走，别着急，他毕竟年纪大了。终于上来了，累不累？是不是？其实也没有想象那么恐怖啊。这慢慢走，慢慢走，也边骑边推，也就上来了。推骑一骑。嗯，这就小龙池，好失望，没有想象当中的好看。不过现在乌云也来了。哎呀，我们一会儿抓紧到大龙池看看吧，就在大龙池歇了。我们现在刚到山顶，现在就下雨了。然后这片云一会儿就过去了，又好放晴了。我们现在这个路边的商店遮会儿雨，这正好有一个柯尔克孜族的小朋友在跟我们聊天。哎，小朋友很善谈，一面对镜头就不好意思了。俗话说的对。嗯，他是夏天在山上家里有放牧，然后可以开商店，冬天封路了就回库车上学，就回库车住了。哎，这就是牧民的生活。下雨的。明天会下雨，每天都会下雨。嗯。每天到了下午就下雨。嗯。然后上午就晴天。嗯。嗯。这出了。我的绳碰倒了。嗯，怎么了？嗯，不知道。忘了。现在这个就是大龙池，这个大龙池比小龙池强太多了，面积也大，而且景色也更美。它的那边还有雪山，山上面还有雪。现在阴着天，所以看着也还不错，如果晴天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。老王怎么样，感觉辛苦爬上来值吗？还可以。确实挺漂亮。嗯，因为和南疆比反差太大了啊。嗯，一到了天山上面，水草丰茂的。它那个山上也有树了啊。嗯，可能就是北疆的味儿就出。北疆的感觉来了。嗯。我们再往前走4公里，就到大龙池的景区门口了。我们打算就在那儿吃个晚饭，找个地方休息了。今天就到这儿就结束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大龙池景区门口这个位置了，就是说是景区啊，但它这也没有统一管理售票的，随便看，路上就可以看。然后这儿就跟一个村子一样，有好多吃饭的，还有住宿的。我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儿住宿。因为它这儿风大，冷不丁还下点雨，然后晚上肯定更冷，所以我们晚上就打算住在房间里了，明天准备翻越大坂。本来晚上想住个房间暖和点，然后但是房间都满了，所以我们就跟老板说在他们院子里搭帐篷过一宿。哎，又露营了，不过还好我们有睡袋，也不怕冷。哎，这儿的晚上很安静。钻到睡袋里暖和多了。今天，哎呀，一天一天结束的真快。这个今天翻了个小的盘山路，然后明天就要准备翻大的大坂了。翻过去之后就到北疆了，巴音布鲁克草原。啊，在还好这个独库公路一路上吃喝不愁，每走一段就有卖吃卖喝的，所以其实难度我觉得并不是很大哈。具体怎么样呢？明天再接着走完最后一段上坡，
再说，今天就到此结束了。